今日与公子一番交谈，颇有相见恨晚之感。公子胸有丘壑，光风霁月，乃是世间一等一之人呐。多谢先生今日仗义相救，慕容铭记于心。不过举手之劳，公子不必客气。只是世风乱世，怕是前路多艰呐。若是公子不弃，等庆典结束后，我想请公子与我一同前往天选。虽然我只是相府幕僚，但家中长者在天选还是有几分薄面的，保着公子平安不成问题。多谢先生好意，只是我离家太久，想回去了。他日若有机会去天选，一定拜访先生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便勉强公子。来日来天选，一定来找我。一定会去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公子请。你们二人从今日起暗中保护慕容先生，别叫今日之事再次重演。是是。人呢？把这些东西给我收走。慕容公子，您这是？把这些东西搬回去。这可是天权那位墨使者下午才差人送过来的。这个赏你了。多谢慕容公子，多谢慕容公子，多谢。